大家吼，对于国民党拢完全无期待哈，对于国民党完全无期待，啊，所以相对对阮在野党吼，包括民进党也是台联吼，有搁较侪期待。啊，当然同时要做啊，侪讲恁爱较接其他运动咧，恁爱画漫画，少年来看，恁爱网络，恁爱啥物吼，阮认真来做啦吼，认真来做，包括社区基层要安怎经营，民进党确实是输伫遮吼，确实输伫遮，啊，阮会搁较拍拼吼。但是我感觉拄啊蔡林贵教授讲啊真好吼。一个多元的社会，咱本来都要有无同的动作，啊，无同的动作，要有无同的人来做，吼、哦。像阮做立委的，阮认真伫立法院咧顾立法的过程，吼、哦。啊，民间社团有民间社团的角色，啊，党政党有政党的角色，吼、哦。我想咱爱叮叮塔塔安尼来，吼、哦。大家莫忘记，咱面对的，咱应付的，是一个无讲道理、阿爸惯势的政党。吼、哦，啊，甚至后壁有一个比佫较大党的人咧打屁股，吼、哦，所以咱爱佫较努力，吼、哦，这是第一点要向大家报告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二点拄啊有，咱的先前讲到这个少年人啦，吼、哦。我算较有咧甲少年人接触的啦，吼、哦。但是有一点吼、哦，大家其实开始看得出来，吼、哦。坐伫台下顶的你就看得出来，吼、哦。过去坐伫台下顶大概是张教授咧讲，蔡教授咧讲，啊，陈思梦老师咧讲东山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二十档来吼，啊，边关咧讲安尼啦吼，搁二十档后嘛是要有人来传落吼，啊，所以咱就是安尼一代过一代吼，啊，咱台湾有一句讲，汉子唔惊路途难吼，只求枝叶代代传吼，咱继续来努力啊，但是当然，阮的力拢有限吼，阮个人的力拢有限，啊，阮会尽阮上大的力来拍拼吼，我今日所有家己的行程放咧吼，我透早坐高铁跟拼起来，我讲这个议题是关系到台湾未来吼，咱政党竞争公平正义，所以无论安那，我应该爱来遮讲报一个我的心得吼，啊，这就是阮的心态啊，但是这阮个人干来使做个遮吼，啊，是阮阁继续认真啊，大家嘛拜托阁较出声音咧。吼，啊，拄仔你讲即个街头运动啦，吼，我报告一个啦，吼，因为特别的街头运动啊，开始爱叮当吼，阮做民意代表，阮拢爱优先吼，拢爱吼啊，中央党部就卡来，你爱负责几台车，你爱负责几台车吼。阮即摆共同的心态是安尼，就是讲，阮尽量鼓舞人去吼，尽量鼓舞人去。但是你要用动员的方式，你要用迄个方式，已经拢时代无同啦，吼，时代无同。足侪人台湾反应就是讲。有啦，我都足关心吼，啊，但是我爱过三顿吼，所以我无时间通去，这个情形嘛真济，所以这点咱继续去努力吼，啊，但是有几个吼，我嘛爱来大家报告者，我嘛捌拄到啥物，像讲大埔庙里个大埔，去几下拜关心几下拜，爱庙里投出来，你知影喏嘛？75%以上是国民党的票，你来关心几波投出来嘛是安尼，啊，最近发生个代志，美国牛吧。足侪养猪户来，吼、哦，要到啊，形成吼，内底立法院内底甲外口共同的压力，要对国民党施压。结果，你知影咱这个农委会做什么代志？口蹄疫补助怎啊提掉？口蹄疫本来逐冬爱注射，伊即马来提掉，因为恁来抗议。啊，所以这个问题，咱要安怎运作，吼、哦，啊，要安怎和大家共同的声音更加出来，这拢爱真小心，啊嘛，咱爱更加吼，更加精神，啊，更加认真，每一个人扮演无同的角色，吼、哦，安尼这个社会，多元的社会，才好都发挥上大的力量。谢谢。啊，今仔日真感谢主办单位咧，吼、哦，邀请我来，啊，真感谢各位，吼、哦，啊，牺牲这个时间过，啊。即、这个咱有影，咱今仔日主要要来听各位的意见吼，啊，整合起来，我来做立法的参考啦吼。啊，咱嘛听上嘛，咱建议讲，咱用东山这两字上过含糊啊吼。啊，假如讲像国民党对中国带来的东山，咱也要共清算，安尼敢若较傲慢吼。啊，我甲各位报告下，国民党吼，啊，那国民党啦吼，即当时对中国过来的时阵，两支卡夹一个阿爸过来，完全无钱哦，吼。伊迄、那个中华民国政府对即个上海运寡黄金过来，啊，遐黄金到尾嘛照样对伊吼，有即个记录出来，只有啊剩一滴啊尔。遐黄金吼，有哪去互国民党的高层遐较早遐拢分伊啊？啊，迄是国家的赞助，啊，若国民党是无摕钱来，完全来咱遮生存，甲咱傲咱遮台湾人遮的啦，对啦吼。啊，所以以上甲各位做一个报告，真感谢各位今仔来呢吼。啊，安尼咱以后会阁继续啊，即、這个一条一条嘞吼。文武拢爱做啦，吼、哦！文武爱相传，咱台湾才过会条，安尼啦，吼、哦！感谢，哈、啊。啊，来，
啊，我嘛常听讲啊，少年的你爱安那，你爱安那，啊，常比如讲爬山啦，人讲啊，无彩你少年，我常开玩笑讲吼，你也食过我这回，你就知啦。啊，再长辈就笑讲吼，啊，无可能够食开你这个回啊。啊，其实吼，我的意思唔是讲我无大无小，因为常个只大家做伙，大家互相了解。不同的年龄层有不同的角色来扮演啊咧，就像拄啊李委员咧讲的吼，有人教册，有人去，有人上街头，有人去伫欢迎，有人来遮扮演讨会啊咧。我想台湾这个问题要是继续来发生嘛，东山的问题、环保的问题、媒体的问题、国民党这个问题，啊，咱继续大家做伙来努力，啊，继续甲关心，安尼就对啊啦，哈，多谢。他讲说，我用打棒球的概念说，其实今年总统选举刚选完吼，那为什么就来谈党产？其实他跟打棒球一样，你要一直牵制他，一直关心他，他才会觉得说，哎，原来这个问题是有人在关心的。那为什么我们选这个时候办这个研讨会？因为很简单，我们等了好久，终于去年的国民党的财务报表才出来，我们才会办这个活动。那这个东西还没出来的时候的话，陈教授就没有办法做他的研究。那这个东西每年都有。那所以说今年有这样的一个16-17亿的数字，那明年呢，如果说我们再不关心的话，明年又是这样子，那明年还好，那如果说到选举年的时候，哇，20-30亿那个又跑出来了，所以每一年关心这个题目其实是虽然是看起来参与的人不多，但是它其实还是有意义的。然后对于在野党而言的话呢，这个也不会说被人家讲说啊，你们每次选举才谈这个，你看我们今年一选完我们就是还是继续谈这个，这是一个常态性的。这个问题一日不解决的话，那没有办法，我们就是一直要做下去。那我想这是我们这个联盟一直在运作的一个初衷。谢谢。今天很多谢哈，大多主持人发言啊，提出很好的意见哈。大多有讲讲迄个做漫画哈，我想我稍微解释一下哈。大到的今年哈，有对迄个硕士班、博士班，如果以台湾主题性写论文哈，哎，当然申请补助啦。啊，这样目前来申请补助有60几个哈。64个哈，63个，63篇论文哦。啊，硕士班如果通过哈，硕士班有3位啦哈，名额啦哈，3位，啊，博士班2位啊，啊，硕士班是30,000块，啊，博士班是50,000块啦。啊，以这个台湾主题性哦，你一定要有开台湾主题性写论文才使哦，啊，无袂使哦，拢63篇。我说并且讲哈，实际上。实在是台湾教育会会当做足侪代志啦，吼，比如讲做这个提升吼，啊，台湾出题前这种的硕士班的论文或 post 班论文吼，啊，当中画这个画这个漫画，我想这真好构想啦，吼，因为像小人爱看漫画嘛，吼，爱看漫画，哎，啊，所以这个画漫画这个代志，我想会当来考虑啦，吼，即目前用漫画吼来表现这台湾思维啊，有啦。到一套两套啦哈，我想恁伫市面上会买会到哈。啊，用漫画来讲是捌啦，也有啦哈。当然，这销售咧，国民党的东山的一个阮网站啦哈。啊，伫2008年5月19日哈，5月19日是总统就职嘛哦。啊，被总统就职以前的前一日5月19日哈，就被撤下来了，互人摕起来。就万一就还未做总统啊，迄双阿扁啊，到5月20日的早时9点。他开始交接哦，啊，未交接以前5月19日就被人换落啊，吼，就表示讲研讨会本身的人可能也有讲5月20日是国民党刚刚提进款的时候，是毋是安怎吼？他已经换落啊，吼，他已经换落。啊，但这心态咱也了解啦，就是讲哦，实在是这个公务系统，就文官系统内底吼，实在是足惊吓吼，但是哦，唔敢来做主嘛，伊看伊政党改变的时候，伊就挖来挖去啊。啊，不过当然，迄是文官制度的问题，但是啊，表示讲文官制度内底是国民党的想法的人足济啦。啊，所以应该5月20日至少应该到10点嘛，吼、哦，交接了10点才下落啊，啊，有可能，哎、欸，那好嘛，唔是啊，坚持这条下落啊，下落来。啊，所以等等哦，我会感觉讲，这会当讲咱的官僚制度内底吼，爱改变的所在，爱修改的所在足济啦。啊，无讲，咱即马讲官僚会当中立嘛，是困难性啦。咱即马最近看出一案件发生，就会当了解啊吼。我说明即个讲，东山即个问题实在是伫热些之前的时候，陈水扁时代的时候做了。啊，主要是都很无够，但是伊说班长下落啊，啊对，找出一个迄个东山，国民党东山的所在吼，拢只好迄阵迄当时做的啦。啊，到2008年了后无做啊，吼，拢无做啊。啊，到老讲过啊，讲迄即马内底到底因的财产偌济，因也不爱公布嘛，3,000,000不爱公布吼，拢不爱公布啊。啊，不爱公布的是咱今仔
要了解讲董尚偌济是足困难的，所以大概两位教授和两位立委拢相共，拢唔知董尚偌济嘛吼。啊，是我想无人知啦。哦，特别李定伟时代呐，李定伟和刘太英知也不一定吼。啊，即阵马英九时代，马英九和金溥聪知也不一定。啊，所以这一个足大问题吼。啊，所以足大问题，咱今仔来举办这个座谈会，就是讲因为即马财政部的报表出来，啊，所以到因故讲到底啥嘛？但是报表不一定准呐。哦，毕竟报表较济，咱也唔知吼。啊，但是咱会当根据这个是咱办一个座谈会来办吼。啊，另外讲是代表会去年办啦。啊，这就是讲一个老问题啦。有人感觉讲唔免讲啊吼，啊讲啊知嘛，迄党产不正，不公不正，啊属实啦，党产不公不正，大家知。啊，但是问题讲党产是内底内容是啥物，啊党产是安运作，咱应该了解啦。无了解的是，咱感觉讲不公不正，啊结果讲不不公不正来左右咱台湾的选举，来台湾的政治嘛吼。啊，这个了解，我想迄是爱做有人有研究啦吼。啊，虽然今天请这个罗振中啊、陈景基，因两个做研究的人吼，啊研究东山足久啊，啊所以因对数字方面，而且东山本身话者啊，拢有做一个研究啊。虽然那东山中也唔知吼，啊无清楚，但是至少这个资料上有诶，因来做研究。啊，咱请这两位啊，一个台联吼，啊一个民进党。这有当然有一个想法啦，就讲和平运动的人，大家看伊看对东山是安怎想法哦，想法哦，因两个哦，一个是四十岁的李伟，啊，一个三十岁李伟嘛吼，啊，靠118,000吼，的选票吼，啊有三成的，啊，所以一个比他民众较小党的代言，含一个民运动，啊来看这东山是安怎，啊，同这东山问题是可能也牵涉一种建东化的问题。啊，如果建东化不通过，哎、啊，是这选举是建东是不通过啦。我想这两个两党的想法都相共嘛吼。啊，对东山的不公不义，爱来提点，我想这也相共啦。啊，这样变成讲这，你看伊内底安怎运作啦？啊，这样运作的时当然爱希望讲民进党啊，台联本身来是立法院内底会当通过建东化，啊，袂当这个问题嘛吼。我想迄是立委应该做参过吼。啊，所以咧拜托因两个吼来参加的是。会当看出讲，到底民进党含台联本身来看这個问题是安怎看，啊，且看这個问题看安尼，就是含这个教授本身的研究，会当结合的是，咱就知影讲，这数字啥物问题对，啊，安怎运作的是，当然爱靠伫法院内底的运作嘛，啊，伫法院内底安怎清楚这個问题，袂讲请大法官来解释，啊，当然有人讲应该行街头，哎、啊，用行动，我想这也应该做啦，哦，街头有行动爱做，但是伫法院内底会当。来维持哈，即、这个不公不义哈，会道义哈，会当变成国库来这一部分，啊，袂讲学术界本身的研究会当愈来愈细哈，愈了解。我想这三方面都应该配合啦，啊，咧配合本身，靠可怜和这东山问题会当拢解决啦。啊，所以唔是讲来靠一方面的力量啦吼，啊，所以今仔日当然邀请这两方面吼，啊，当然就大家足济。发表的高见内底，讲爱行动嘛吼，爱行这街头嘛吼，我想这也需要啦吼，啊，这需要是讲爱互相配合问题啦，所以台湾教授会吼，会当讲特别办这个问题，啊，有的问题是老的问题啦，啊，有的问题是新的问题啦，啊，不管是老的问题还是新的问题，我想咱认识愈深的时，可能观察咱对台湾目前政治社会问题会了解了的时，咱应该安怎行？咱家己的一条路，啊，袂讲咱应该把台湾变成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，我想咱有发展啦。啊，台湾教社会，我想会当做的，就是讲会当提供足侪的理论、足侪的想法、足侪的根据来说明讲即马台湾的问题，啊，以及讲联合其他的本土社团，啊，无联合即个政治的团体本身来做吼、哦。我想台教会当做这啦吼，啊，当然会当做的团队啊足侪啦，啊，无一定台湾做啊足好个吼。啊，当然，台湾教授也是会当想有这個、啊来认真来做啦。啊，所以今天就感谢吼，啊，大家来参与今天的座谈会，啊，多谢各位，多谢。